现在来介绍对数律。对数律的话呢，很多人说其实只有三条。那么我再加上了多一条的话呢，的目的是说，因为这第一条的话呢，它意义也很重。首先的话呢，我们来介绍第一条，对数律说，底的话呢是 a，这个一的话呢指的叫做真数，这叫做底。真数的话呢，如果是一的话，我们一律会等于0。然后这个地方有特别的介绍。 我们的对数 log 的话的底啊，绝对都不可以为负的，负的就没有意义，也就是说它一定要大于零。还有一个，这个底的话呢，绝对不可能是一，因为一的话呢，一的任何次方它都是一，它的话呢也没有意义。所以我们的话呢要注意的是 log 在这个地方的一个条件。那么我们来介绍的话呢，很常用的第二条，第二条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呢？ 一个 log，两个相乘，我们可以把它拉开来变成两个相加。那么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证明给同学看一下。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啊，第二题，我们这个 log 的话呢是这样说的：假设 a，我来，我们设大 a 叫做什么呢？叫做 a 的 x 次方。那么大 b 叫做。 a 的 y 次方。好，那我们看看左边是什么样子啊？来，我们来看看左左式的话呢，是等于 log a b，这是 a 是做底的，a 大 a 乘大 b 是什么呢？是 a 的两个相乘变成底数相同，指数相加，所以左边就是直接就写一个 x 加 y 了。 好，我们再来看右边。右边的话呢，log a a 是什么？这就是 x。log a b，b 就是 a 的 y 次方，直接写 y。我们就简单的说明了这个地方是等于右。所以的话呢，我们证明了第二个算式。我们记得了，两个相乘可以拉开来变两个相加。那么。 一样的道理，如果说它是相除的，一样的想法，我们可以分开来变成两个相减。那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只是把它改成减的。各位同学看一下，这个地方应该是证明是非常的容易的。那么我们来看看第四个，第四个这个，这是最常用的。各位同学的话呢，你们一定要记得这个，要熟练这个这个公式。这个、公式的话呢，它的意义是什么呢？ 如果说的话呢，对数里面的话呢，这边是有一个次方的话呢，我们相当于可以把它扔到前面去，把它 r 的话呢丢到前面去。那么我们证明给各位同学看一看来，我们来看看第四个的证明。第四个的话呢，我们看看左边是什么 log a。来，我们的话呢就这么说了，log a 为底。 a 的 r 次方，我们还是继续用用它的这个 a 的 r 次方，它本身就是 a 的 x 又 r 次方，就是 x 乘 r。那么我们看看左边的话呢，非常轻易的就直接写出答案来，x 的 r 次方的话呢，那就是 x r。好，那我们看看右边呢，右边的话呢是 r log。 a a，那么等于什么呢？这个 a 的话呢是 a 的 x 次方，我们就直接写的是 r 乘上 x。那么我们的话呢就说明了第四条所说的，次方可以扔到前面去。那这个公式，如果说这三个公式如果能够灵活的运用，那么我们对于我们的对数的部分的话呢，在运算的过程就会觉得非常的容易的。